Hello， 大家好，我是冉冉。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收到完美日记寄给我的这么多的唇釉。这个唇釉的名字叫还蛮长的，叫琉璃时光水漾唇釉。然后他就寄了我这么多支，所以呢，这是一个跟完美日记的合作视频。我看其他博主的试色啊，就是他们擦这个完美日记在镜头面前的表现力都还不错，所以我还蛮期待等一下我试用它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对了，虽然这是我跟完美日记的合作视频啊，但是以下的所有产品呢，我都会说100%的真实意见，然后不会乱吹嘘啊什么的。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们种草的呢，反正我是有很多只喜欢的。就先来说一下它的包装，我觉得它的包装就还蛮简约的，就是一个黑色的这样磨砂，然后有一个Perfect Diary 银色的字体。我觉得这个包装就是很简约，它这里的话也会有一个色号的标明，然后颜色也会跟那个里面的颜色差不多，我觉得这一点就还蛮用心的。然后啊，我现在嘴上擦的这一支是我这十支里面我最最最最 最喜欢的，就是一擦上去我立刻心动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支是812，因为这个颜色啊，就是我
非常喜欢的豆沙红色系，它是偏稍微裸一点的豆沙红色系，反正这个颜色很难形容，但是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这种颜色啊，它会非常容易搭配你所有的妆容，不管你的眼影画的是什么颜色，擦这个唇膏都是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颜色，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巴依尔这个颜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有一些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有一些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的颜色，我就先给你们分享一些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的颜色。我觉得这四支都不太适合我，它们的颜色就是分别是802、803、804、805。我觉得它的颜色都是比较偏有一点点荧光，然后偏粉调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是黄二白嘛，就是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白的那种人，然后如果我擦这种比较荧光颜色的唇膏的话，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显得我挺黑的。不过我觉得它的包装啊很漂亮，它的包装是这种透明的管身，然后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劣质的透明管身哦，它是有一种双层的感觉，然后呢这里又有银色的边，然后又有黑色的，这个就很呼应他们品牌的整体设计感了。我觉得这个瓶身做得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五支里面啊，就是也有好看的颜色，它会比较适合皮肤很白皙的人，还有很适合平常喜欢画淡妆的人，就是你眼影可能不会像我画的那么紫紫红红的，然后平常就是比较小清新的那种女生呢，我觉得就很适合802，然后还有811、803也不错。我觉得这三个颜色啊，真的是属于非常非常小清新的可爱女生很适合的颜色。因为啊，我刚刚不是说她们稍微有一点点荧光吗？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用过这么多这种色系的唇釉里面荧光感最不严重的那种，它擦在嘴上是一种比较薄薄透的感觉，而且啊，因为它的唇釉不是那种很厚重很高饱和度那种，所以呢你擦在嘴上也不会说觉得突然多了一层很粉很桃红那种东西在你嘴上，反而它是会跟你的嘴唇颜色有一种结合的感觉，保湿度也很好，就是不会一擦就起皮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那种光泽感，就是擦在嘴上那种很透亮的光泽感，随着光而变化，我觉得超级好看。那么就到了我觉得我很喜欢的颜色，就是806、808、809、810还有812，也是五个颜色吧，我都觉得超级好看啊。我刚刚说了812就是这个颜色嘛，这个颜色就是很百搭，就是不管你画什么妆容都好看。然后810呢，这个葡萄美酒，你们可能看管身哦，它是一个非常姨妈非常暗色系，就是那种感觉。它擦上嘴呢确实也是比较深红的，我刚才也说了，我觉得它唇釉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饱和度不是说很高很厚的那种，它是会比较轻薄比较透的那种，所以这种颜色就不会说很挑人，你擦在嘴上呢不会有一种好像很显老或者是感觉你妆很重的感觉。它很适合配一些就是你平常穿一些黑色系的衣服啊，擦它简直是气场全开。然后这个809呢，我也是觉得很好看，它的这个颜色也是有一点点枫叶红，擦起来就是很显气色。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级适合秋冬的，当你穿上米色的风衣然后再擦这个颜色，哇真的是会超级好看。我觉得我今天很意外收获了一个我平常不会买也不想试或者是试了我觉得也不好看的颜色，就是808这个玫瑰豆沙。这个颜色啊真的超级豆沙，我给你看超豆沙有没有，这个颜色啊就是我平常说我绝对不会尝试的颜色，但是啊我刚刚擦我竟然觉得还不错。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唇釉做的是比较透的那种，它会跟我的嘴唇稍微有一个结合，所以让那个豆沙色在我嘴上不会说特别的生硬特别的浮。06号这个细秀蔷薇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红色，真的是很深，就是很红很红的一个颜色。在我刚刚分享的这么多唇釉里面，我觉得就是我喜欢的唇釉里面，我觉得算是排名最后的一个颜色吧，就是没有说很击中我的心，但是我觉得我一擦上去的那一下呢，我也是觉得这个颜色好漂亮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很漂亮。只不过这个颜色就是会比较要你需要你搭配你的妆容服饰发型整个你都需要搭配，因为这个颜色是比较像挑人的，它的颜色非常的红色，所以不是说所有人你随便穿一个白色 T 恤就可以驾驭的颜色，是要经过精心搭配的。不过呢这个颜色厉害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精心搭配了的话，它擦上去真的太漂亮了，就是一下子超级有气场。哦对了，我还忘了说这个唇釉，我觉得它我在用的时候我觉得它设计的很好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直接把它拔出来，它这一个的量啊就刚好够你擦全嘴的量，不会说有很大一坨你总是擦不匀或者是又太少你擦不够。因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啊，我是在旁边就是把那个多余的弄走，我以为一般唇釉都会做的比较多量嘛，就是抽出来的时候我弄走之后发现
我擦不完我整个嘴巴，就是擦一点点它就没了。然后后来我就试了一下，一下子拔出来，就是不要完全不要把它刮走，就是刚刚好表扬，因为很多唇釉都是抽出来就一大坨，然后你擦在嘴上满。对了，这个唇釉它是会有轻微的染唇效果的，就是我刚刚在试色擦的时候发现我嘴唇是稍微会染到刚刚那上一支唇釉的颜色，然后但是我用卸妆巾就是多摩擦几遍呢它就会减少，就是不会，它不会说一下子染得我整个嘴唇都完全卸不掉的那种，就是会有轻微的一点点染唇的效果。好，那我们今天完美日记的琉璃时光水漾唇釉就这样分享完了，它的名字真的有点长，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草哪一支唇釉呢，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拜拜。